中央政府召集针对国民党立委党团总召林维洲两项所提的反来住全国是公民投票案进行党政府。党政府之前是由中央政府的委员提出异议，认为来住案不算公投范围。林维洲认为两个案呢算是重大政策改变，对全民主党太强强，人党高呼公投。国台年一月初一开放民主进行，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林维洲带头提出，你还没同意政府应该全面禁止进行由蔡英文的主任一道全国性的公投案，唐振飞参加学者专家对法治同医疗观点表达意见。含瘦肉精猪只从禁止到开放进口，它这个政策改变，在国内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已经受体素对人类的肾脏体外细胞培养是有毒性存在的。这个美牛的占市场的占有率是 45.9%， 美猪的部分的话只有 1.3%， 所以算起来我们台湾的每年每人平均吃的3公斤的美牛，而只有 0.49 公斤的美猪。在大片工厂微服铺之中学生年应用调查数据，因为国人当年大三年平均是37.3公斤猪肉同6.4公斤牛肉，美牛大概有40.9%，美猪强起来1.3%，算下了美牛当年大三年平均是3公斤，美猪强是2.49公斤。你刚刚的那个推论啊，是用现在的数字，而且是不符合其他国家开放来猪之后的状况，现在没有开放，当然吃的少啊。你应该这样讲，说现在啊，全台湾哦吃莱猪的哦，没有半个人吃得到，所以莱猪对国人影响哦完全是零，因为还没开放啊。林维洲正与卫福部拿台北数据来比论未来，还不得不切。中线非派一般反来猪公投谈真，而查清楚的争议包含，也就按呢还没合乎宪法规定，同了解提案真正意思要争议么？这行政程序法规定，要为谈真记录不同声音下注，到中线非本参加发言人来看。下个新闻，王英车、范秀妮、张文修特别报道。